2025年是吧？这啥？过分努力，天生我才难自弃，可惜学啥都不腻。秀学是什么？就是秀学，2025年的期许，希望可以就是各种愿望成真。Hello， 现在呢，咱们就是来抽个红包，点兵点将，点将记得听啊，点兵点将，骑马打仗 ，OK， 咱们就是一个二吧，二，二是个好数字，来看一下。这么少吗？等一下，哈哈，退休？啊？啊？为什么要有退休啊？不是，我真的想问，为什么我是退休啊？就是，放假万岁，不想上班，只想躺下。为什么我不能抽到那个很积极向上的那种？为什么我是退休啊？咱们就是说一个，啊，不想上班，只想躺下，就是咱们要劳逸结合。对，然后休息放假万岁，毕竟咱们就是快过节了嘛。对，咱们就是还是很重要的劳逸结合，平时就是不上班的时候要好好休息，这样上班的时候才能精神百倍。Yes， 还是很好的祝福。好，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就是好好的休息，好好的工作。最后呢，2022年祝大家就是想瘦就瘦，瘦得漂亮，然后吃嘛嘛香，身体倍儿棒，然后就是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啊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抽红包是吗？对，手指尖上这个，五年胜利，看一看啊。拒绝熬夜很适合我，因为我经常熬夜熬得很晚。然后新的一年呢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快快乐乐，开开心心。然后也希望我新的一年一切皆我所愿，好事都发生。OK， 这个虎虎生威，明年是我的本命年哦。天生我才难自弃，可惜学啥都不腻，横批是过分努力。这个是什么？秀，中间两个是什么？秀霸，但是这个霸下面呢是个学字。然后这个是要干嘛？贴在手机壳上吗？是的。啊，真的真贴手机壳？真的。可以哦。对，2022年的期许啊，就是顺风顺水，正常一点就好了，不求多的，咱们就是减少 emo， 就可以了。收红包了，我来感受一下，跳一下。哎，好嘞，哎，虎运亨通。让我看一下，马上就是虎年了，本命年。看看会抽到，就这一个吗？哇，刚好哎！猛虎贺岁，财运旺，生龙活虎，寅满福。横批是虎年大吉，哎，很适合我哎，我也是属虎的。然后明年就是马上就是本命年，所以虎年大吉。希望在新的一年里，大家可以生活美满。生活幸福，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。然后最重要的呢，啊，也祝我们这些属虎的小伙伴们能够在本命年啊，就是飞黄腾达。谢谢。新的一年 SNG 祝大家虎年大吉，大吉大利，心想事成，吃麻麻香，身体健康。哎，大家看到我手上这6个小红包了吗？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参与这个抽奖，就可以拿到我们手上这6个小红包了，送给你们。祝你们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